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带大家玩最近很夯的无聊猿猴 BAYC 的游戏哦，叫做 Dookie Dash 哦。Oh shit！Hey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带大家玩最近很夯的无聊猿猴 BAYC 的游戏哦，叫做 Dookie Dash 哦。那这游戏呢非常的特别哦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个 Sewer Pass 哦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，它也是近期交易量最大的哦，就是过去30天，我们应该说过去7天，因为最近才开始了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交易量呢已经达到28000颗以太，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这个 NFT 哦，就是以今年来讲哦。然后这个持有的方式呢，它分为四种等级，就是这个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哦。那四级的话呢，你必须要有一只这个无聊猿猴配一只这个狗。就是那个无聊猿猴的狗，那二级呢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一只无聊猿猴啊，不，抱歉，三级呢 ，Tier 3是你要一只无聊猿猴，然后呢这个二级呢是你要有一只变种猴配一只狗，然后呢一级的话就最低了，你就是要有一只变种猴、哦。那它现在的这个价格呢，就是一级的NFT 呢大概是$3,800哦，然后四级的话呢大概是$10,000左右哦，就是它现在卖出的价格，然后还有分三二这样子。那像这个你看啊、哦、它这边写这几等，这个是二级的大概是$4,000左右，所以算是现在市场上比较贵的游戏哦。那我们现在呢手上有一个四级最高等的这个 NFT， 就是要$10,000的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用这个来玩哦。那它游戏呢它的界面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前面会讲它的故事，然后你到这一页可以去领，领完后呢你就可以到这边 play Dookie Dash 哦，然后就会到这个页面。那这游戏呢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这种 Temple Run， 就是你无限这样一直跑，然后看谁可以跑最高、哦。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买一些这个，你可以氪金。对，那我们今天也会氪金。对，那氪金的话我们就先来做这个动作好，就是 Buy Power Shard Pack 这样子。然后氪金的话呢你能获得三种加持，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有这个 Double Dash， 但其实你并不会有 Double Dash 哦，它只是让你这个冲刺的时间呢的这个 CD 时间减半，然后呢你会增加 15%， 你的分数会增加 15%， 然后你会获得比较多稀有的宝物、哦、这些宝物都是可以增加你的分数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点Buy now， 那买一次的话呢是两颗 APE， 然后是十分钟，所以大概一个 APE 现在大概是$6吧，所以$12可以买这样子。那我们就 approve， 然后点一下 MetaMask 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来用一下。我刚刚有准备了大概100个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蛮够可以来玩这个游戏的。那我们就等他一下。那在等的过程中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APE 的这个使用用途。他在过去哦，这个从1月20号到现在啊、已经有大约144,942颗的 APE 呢花费在这个游戏里面哦，所以真的是用途非常好，就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，让我们看到说，哎，多了一个这个用途，然后大家把它花在这游戏了。而且未来 APE 的生态啊，它可能会做更多的游戏呢，跟甚至于像借贷平台啊，还有交易平台这些，都会运用到 APE 的代币、哦、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花最多 APE 代币的是两块人哦，一个就是最低等级的 Pass， 大概呢，这个每用了8000多这个 APE 代币哦，然后另外的呢是这个等级4的。大约是10,600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些其他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时候 ？Wallet Map 哦，per tier ApeCoin use per tier。哎，那它这个数字还有点没对上。我看一下，这可能是每天18000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哦。OK， 现在就 confirm， 我们要因为刚才要合约对应一下，我们待会就会给大家看这游戏怎么玩了。稍等。OK， 他已经 confirm 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玩了。好，开始吧。你看啊，他左下角会告诉你，你还有10分钟、50秒，要给你50秒的 buffer。然后我们就开始 start。
Validate， 这是我的猴子。哦，然后你没有猴子，你有 Pass 也可以玩哦。好，哦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这滑鼠不是那么好用。啊 ！Shit。OK。OK。其实我这滑鼠真的没那么好用。先打一个保守牌好了。然后大家是讲说，就是你只要有玩的话呢，你这个猴子就会你这个 pass 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到新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很多人讲说这个 pass 呢之后会有很多的用途。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猴子的话呢，最好就是去 min pass， 因为之后很多。Ape 生态今年要做的事情都会跟这个 Pass 有关联，对，所以要去用这样。然后分数越高的话呢，获得到的东西就越好，至少他们现在这样讲。看一下，然后如果你把你的 Pass 呢？分享出去的话呢，你就会少分，就是你的分数会重计，所以记得你要用一个账号来玩。那我们可以看到 Pass 现在购买的量也是不少哦，对。其实我觉得我在家里玩比较玩的比较好。哦，你看这样就失败了。好，这样失败后呢，他就会告诉你你的这个，你就获得这个包裹。然后呢，哎，你看我们得了这个八万分，然后你就可以看你的这个 ranking。你就可以往下，哎，你看第一名的呢，现在是80万分，第二名是74000分，然后我们是排名在12685名这样。那基本上这游戏就这样子。那这次现在会玩到还有6天的时间，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一集的话，想要玩的话还是可以玩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再来玩一场？我来把这个速度调一下 ，OK， 这样应该更好一点。然后我把。啊，认真打一场哦！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打得很好，来看看哦。OK。好，现在还有人可以找人帮忙玩。Oh shit！它后面应该会变非常快，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在前面就吃它这些东西。我自己是从来没看教学了，所以不知道后面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吗？但我知道有一些作弊出现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哎呀！不能漏气啊 ！shit， 打到手汗，狂喷。我滑鼠有点卡，感觉也不能用无线滑鼠玩这个游戏。Oh shit！ 好，结束了。
好，这就是 Dookie Dash 96000分。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继续玩的话呢，我之后可以再拍一集。好，来玩。最后我要提醒大家，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就绝对不要碰。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。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, so if you don't understand it, please don't touch it.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.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想不想获得一个 Super Pass？ 如果想的话，我们就看这一集影片到多少的关注，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来抽一个 Level 1的 Super Pass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了，我们下一见，拜拜。然后，如果你今天在 YouTube 上看的话，请帮我订阅，然后把小铃铛点开，你就不会错过下一集。这是一件扩圈子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直播你有学到新的东西，也帮我把影片给分享出去。除了现在的每日直播是每周一、每周三、每周五呢，都会讲最新的区块链新闻，然后各种加密货币跟去中心化金融 DeFi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